但你真正出去了以后会发现比自己厉害的人很多。也有时候觉得不如别人，不赌一把怎么就知道自己不行呢？虽然没有什么天赋，但我愿意学习，说什么都不如往前冲。我就想成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偶像。每一年付出的辛苦啊、汗水啊，也是年比年就更加多。汗水是不会背叛自己的。如果心底现在被触碰，还能有冲动？如果后悔未来，又要去怪谁猜不通？就算没有成功，也好过面对到最后。哦哦，都不喜欢的我，执着的理由我还没听够。若一无所有，向前走，有苦衷不说，只相信坚持自我才是独一无二的招远。我相信我们的征途会通向万千星光。